我们要去的地方呢，就在这啊，在这一块地方有一个叫做龙上宠物。我看见了啊，老板炉子太深的炉子啊，冒着烟，把车就停在这儿吧。龙上动物诊所的办证都在这里。我们抱着狗啊，来找到咱们这个，咱们宠物店的龙上宠物店的刘老板。你好，刘老板，准备是怎么？先打个，先给他打麻醉，打麻醉啊，给他处理一下，处理一下啊，看有血，看看就是有血，就是说今天流了几滴血，嗯。啊，先打个麻醉，要不它咬。处理伤口。看到猫咪啊，这个脖子底下啊，脖子底下有血，你可以看得出来啊，脖子底下有血，可是脖子被咬了啊。啊，我说怎么它一叫就滴血开了，本来还挺好，我就是喂它的时候，它不高兴了，它突然一叫，这一阵血就出来了。现在麻药已经慢慢的发挥作用了，给看一眼啊，得把那个袋子给它松了，嗯，这个脖带、脖套都给它解了，嗯，对，解开了，嗯，注意别让它咬着你了，嗯，麻醉了，嗯，上面都是血啊，是不是？那不是，不是血，哦，不是，这个地方是，啊，猫咪看看啊，哎呀喂，脖子地方流了不少血，哦，我说哎呀。这么多血，对，这的毛都给它清了。哪地方有个伤口？这的毛都给它清了。看它这个大腿这个内侧啊，都有咬的痕迹啊，看来这是很多狗来咬它。流浪狗群殴了。光这个腿上啊，这个右大腿就咬了有三处，这个三四个地方。被咬的啊，这个左大腿也是咬的，当时这个战斗非常激烈，应该是。这流血流的不少呢，脖子底下，伤口在什么位置呢？现在哎呀，这个地方已经。毛已经被血已经浸湿了，都透了，流了不少的血，找到地方了，就那个小口子是吧？这口子不小，它应该是对称，这儿还有一个。应该这口它都是流血多的地方，看起来口不大，里面拱。整个口拱，但是它是最要害的地方。要害的地方，这你遇见过这种狗被别的狗这个撕咬的很多啊，很多啊，云攀流浪狗太多啊。最惨的有什么样子的？你先说说。最惨一个是啊。直接这儿肋骨全断，整个掀开内脏全出来，那是真正的撕。哦，给它活撕。活撕了，那就能救过来吗？那个？那也没救。那也没救了。主人一看，直接给做完了，死了。哦呦喂，真是。还有一个，泰迪，也是整个后面咬肠子出来，那个，反正后期是救过来了。还救过来了，肠子出来都救过来了。光缝俩小时。哎呦喂。你想想多惨就行了。对，我们这个口子好像特别小，但是它应该咬得很深。里面深，现在就是里面深的，整个对清窗的。清窗对。给它清窗。冲洗一下伤口。清理一下伤口啊，创伤，看起来虽然是很小的一个小口子，但是是牙塞进去的，应该挺深的，应该是。挺深的，
是里面啊，里面确实挺深的。虽然伤口小，但是也得缝一下啊，便于这个。缝的话，看这伤口都不愈合。我现在它都是用的什么程度？这线还能吸收啊？这都可吸收的缝合线，不用拆线，不用拆也没事，它慢慢，只不过时间长它都吸收了。现在这么科技这么发达，都是跟人，跟跟人用的是一样的。像耳朵也有伤的，这里羊的那么多啊，看猫咪啊，作为麻醉就是个样子。经过半个来小时啊，清理伤口啊，打消炎针啊，这些已经处理完了啊，这个总共花了150块钱，咱们现在是把小狗就带回家去慢慢静养了。可怜的小猫咪今天被流浪狗咬了，刚去宠物医院打完针，缝了针，打了麻药，它很难受现在。刘大夫，你看这种状态是怎么情况？在身上都伸腿了，眼睛直直的，舌头伸出来。哎呀，可怜的猫咪，看咬的什么样子了。这个腿这个地方，这里，还有耳朵，耳朵这里。那边耳朵更严重，他现在是，我刚问大夫了，说是现在是属于苏醒状态，慢慢要苏醒。哎呀，真是怕呀！他的脖子这个地方啊，被狗咬了一个很深的一个伤痕，然后呢，缝了一针。流了不少血，把脖子底下的这个毛都浸透了啊！现在光流口水。现在是这个复苏的进程中，很难受啊！来，猫咪，哎，乖孩子啊，现在慢慢苏醒了。女主人在安抚安抚它。米娅，看看你哥哥怎么了，躲到一边去了。啊，猫咪乖孩子啊，你真乖的猫咪。猫咪现在站起来了，刚给它吃了点肉，肉末。猫咪，过来，是不是要出去啊？猫咪。猫咪，喵，你也过来了，你看哥哥病了啊，哥哥受伤了，猫咪过来。猫咪走路还一步三摇，尿尿去啊，尿尿去，猫咪，你反应快了，猫咪不能出去，太冷了。猫咪要喝水去，待会儿。